先兩個問題，咪最好夜晚咧係見到嗰支牌嘅哥哥。咩牌啊？車啊！車牌係啊，見到呢、這個，見到清楚。就係最好就係見到車牌最緊要。好似上次嗰哥哥咧，如果係一個路人嚟撞佢咧，最好就係見到車牌。係啊，見唔到。如果你用一個見唔到就冇咁好咯。呢、這個都見到，但係冇咁清楚。呢、這個就好清楚。HD 啊，呢、這個。呢、這個都兩都係兩都 HD， 但係個鏡頭唔同啊嘛。呢、這個都有冇喺後邊㗎？有，一定有後邊。以前你哋嗰個係冇後邊。嗰個好細，嗰個好渣。你拿来试下好不好装的，是不是？我那时未人装过，爸爸不识。爸爸还买了一个，订了一个叫姑姑，叫英雄姑姑带回来的，挂在这里的，都有镜头。